一开盘就跳空，台积电1100元大关达阵，股价再创历史新天价，就是因为第三季缴出漂亮成绩单。那比较让人惊艳的是，台积电的毛利率跟营业净利率都高于预期，原因在于说台积电的先进制程7奈米以下的这一些占比呢，已经来到69%，将近70%。台积电第三季财报毛利率57.8%，营业利益率47.5%，单季每股大赚12.54元，三率三升，超越市场预期。而且第四季营收估计增14%，全年资本支出甚至高于300亿美元。And my judgment is real. One of my key customers said the demand right now is insane.台积电第四季的 EPS 大概会有14元。台积电它不完全是靠苹果的订单，它还有 AI， 还有飞达，还有很多的这个订单的益处。法说会太强，眼睛四座，美股台积电 ADR 市值突破1兆美元大关，台积电喜洋洋，外资也喊进，目标价最高上修至1600元，现在或许才是决胜的起点。环宇新闻陈彦凯、王悠扬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